今天终于来豆角哥心心念念的 Costco， 要重新办个会员卡，60加币一年。哎，怎么天天这么多人啊？真奇怪。两张呢，你也有。That's your card. Okay. Also for renewing your membership, do you want to add a Visa or Mastercard on your card? You didn't take a payment until your membership is expired. Before it's expired, we send you a letter 6 weeks before that. If you want to add Visa or Mastercard? No. Yeah. 办个银行卡。对。海虹，它还有这种整条的三文鱼呢，没有处理的。不是，我是新鲜的。你回家咋处理呀？你不嫌麻烦？你买它现成的多好。我觉得你别弄了，弄哎呦，一想想都麻烦。直接买它处理好的吧，多花点钱也比这个收拾这个麻烦强，是不是？别弄了，多麻烦呢。又得洗鳞，又得弄啥的，你买点现成的。因为我们单独买鱼头啊，买鱼尾啊，鱼骨啊，人家剔好的那个又省事儿。是，我是觉得你没有必要给自己找活干。29.99一磅，哦，这一大扇儿50多块钱。这一条50多，你真不如买那一个，那个都是精肉，多好啊！一样嘛，那这一倍，那可不一样，怎么会一样呢？29.99，16.99，你看懂了？我知道，可是你这有鱼头啊，又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人家那是都是剃好的。哎，这边还有呢，25块钱，排骨倒不错，花肉。这个是贵的，这个你那一条鱼剔不出来多少好肉。不一样，我们那个那都是一个家庭养着。你知道我们那个有单独买的那些鱼骨啊、鱼头啊，所以说你就买这个好肉是贵的，要不然他俩不出事儿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你买那么一条鱼花50多哈，你根本剔不出来这么多的好肉。而且我们家有那里啥玩意儿没有，那是我就我的贵一倍，完这个就跟你学贵一倍，因为你还有那些皮，去皮去那个鱼头鱼尾，然后你去掉这个好肉，它根本买不出来这么多。你这个判断是对的，因为我们可以上 Costco 买那些筋头巴脑的东西，最后比你单独买一条鱼好，这没有皮的，这没有皮的，你那些50块钱你根本剔不出来，你这样买是贵的。而且你那个给自己找那么多活儿，哎，我们买那个碎牛肉，那个碎牛肉好吃，还省事儿，还不用切。咱家有这个啊，别买了。31、32、28，就这个。很好吃，这个牛肉很好吃，一点不比牛排差。羊排，哦对了，买牛油果油，这是牛油果酱，牛油果酱。哎呀，今天这肉丰收了。鸡腿儿，
那餐巾纸真不用买，咱家还好几盒呢。哎呀，还有呢，真的还有呢。2%的，1%的，单独放一个房间。买这个吧。啊？是吗？那就买organic的。3%可以啊。好了，好了，走吧。这又一时半会儿不用买东西了，太多了。拌菜的时候，鸡胸肉这是，它熟的比较简单。它不是这个比较简单呐，因为就不用那个啥了。就每天你拌菜的时候需要放肉吗？这个就直接抓一把放进去。去年我就这样吃，以前一直都这样吃。得300块，看看多少，330吧，你看我说的吧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